这一题讲完哦，后面的看一下哦。角 C 是把距离拆掉。角 A 加角 B 是180度。好，所以我们设这个点是 C， 这个点 U， 这个点 E， 这个点 F。所以第一个证明就是，因为线段 AC 平行线段 BD。为什么？已知大线。是 G 哎。那我说 G 啊。可是 G 在那里耶。对。